法院总是吵得沸沸扬扬，但其实好像玩得很开心呢。每次最无奈的都是这一位。主席，时间请暂停，麦克风嘞，都不要脸的啦！砸椅子、丢水球、接水球、脸接水球，样样都行，还有人开咬。你搞啥？还会过成竟然张口咬人，混在一个上午战火，越烧越旺。 收你建議，我爭。之前你到位咧，反對派咧又喺度做show啦，因為我説中咗佢哋嘅痛處，説中咗咧佢哋係走狗漢奸賣國賊嘅事實。朱凱廸議員。